Thank you.
好？不要造成我们的交通堵塞，好，拜托一下，创造一下庙会的优质，好不好？麻烦各位一下。中山圣母会由我们的总会长陈玉祥先生所带领全体工作人员莅临到我们情谊联合的红毯，那非常感谢参与我们这一次情谊联合业主进香会香绕境大典圆满成功，感谢您，谢谢。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感谢我们宜兰东山我们的圣母会，感谢，谢谢你们，谢谢。好朋友，我们简单做说明，这个是我们的台北之，也就是俗称的哈巴斯，那也是由我们台北成天会以及新庄信阳宫红王会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同带领的表演，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谢谢。咱嘛爱非常感谢咱肯定会，咱的裴主席，以及咱的罗会长，以及咱的陈副会长，啊，感谢你率领所有工作人员，啊，你哋甲咱本团来庆祝本届咱全省第一军一座进入南巡调兵大队。
台主嘛中奖，咱贵桥贵会会使会不强灵，成为英雄，跳火顶升。我们热情的掌声再次给我们台北陈天辉以及我们新庄的好朋友，我们的侯王辉，谢谢你们，谢谢。只是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情谊联合，我们的顾问团顾问江国义先生邀请我们竹信集团以及台北尊荣会来进站。四季香业主要进大典，谢谢你们，谢谢。那在这里也要跟各位宣导一下哈，我们要跟各位宣导一下，如果我们手上有拿饮料或食物的部分，麻烦大家我们在红毯的左右两侧都有准备我们的垃圾桶，请大家帮忙一起协助我们大溪的环境，拜托各位不要随手丢垃圾，拜托一下，请大家多多配合。那我们的槟榔汁跟烟蒂也不要乱吐乱丢。那在这边，如果在中华路、文化路，或者是民权东路、中央路、康庄路等等，今天绕境的路线有这种环境的肮脏，那也欢迎我们现场的民众随时到我们的红毯，来与我们的干部人员、工作人员来做反应，我们一定马上做及时的处理。谢谢各位的参与，也谢谢今天所有参与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谢谢。
我们慈心会的好朋友，以及我们东山圣母会的所有好朋友，还有我们台北的所有亲友，我们在红毯的对面面，背对红毯的左手边，有准备我们的晚餐，那麻烦大家，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在装的时候，因为今天准备的是大锅炒。那请大家口罩帮忙戴上一下，拜托一下，谢谢各位。
Thank you.
台北村长会，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比较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机关单位也有在帮忙，好、哦，所以请大家这个参拜的礼数简单就好了。Thank you.